谢谢啊，没事。给我吧。大哥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没事，这段时间有点疼。那你先歇着吧，我帮你扛一下。好。阿强，过来一下。超哥，你的活都让他干了，你吃什么呀？我老婆孩子谁养活？超哥，我去吧。我不能要。大哥，你脚受伤了，好好歇着。你那块帮你扛，别担心。啊，这，哎，哎，扛好。两哥，好嘞。哎，来。阿三，哎。力气很大，再加一包。加不了，我就说他加不了嘛。这样，加一包，工钱翻一倍。大哥，我刚说了，真的加不了，恐怕这钱我赚不了。真大呀！是，这明显是能扛，但不想扛啊！啊，这样吧，四包大的，四根抽的，我给你八根，行不行？好力气！嘿，八根倒还真能扛了，我又有一些感想啊。这人生在世，有些东西吧，这有些事情啊，你能瞒得了别人一时的，但你一定瞒不了别人一世的，你们说是吧？哎，这人呢？啊！哎呀！少爷。公子，不是为师打不过你，你让我回府养好了身体，我再教你新的功夫。你都肚子疼了3个月了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也不能不认我这个师傅啊！滚！保证完。叔叔大爷们，在下林福成。好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是自小生在广州，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。啊，喜欢爱武，学过几门三脚猫的功夫，比方说五郎棍、八卦刀，还学过几招小红拳、大红拳、通背拳。武功说高不高，打走过几个师傅。哎，陛下陛下，今天在此立擂，比武招师，凡是在功夫上胜过我的，我林福成都拜他为师，待遇是管吃管住，每月文银2两。2两啊！不过我有言在先，如果我不先说的话，那就是我的不对了。我林福成只在拳头上认师傅，
但凡有一天，要是他被我打败了，是肯定的。我是说，要是，那就自己卷铺盖走人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先说到这里了。我先走几招，献丑一下。哪位要是有心上台呢，我随时欢迎，都欢迎啊，都欢迎。好，小水，献丑。阿水，其他人呢？走了。广州我是找不到师傅了。阿水，啊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准备去佛山。好吧。仙秀，让为师指点指点你怎么样？啊，打赢我再说。哎，不是。上来呢？不是不是，误会，我以为你要去佛山，问你要不要车。前途跟为师走吧，打赢了再说。长得比你帅的长辫子和尚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大和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，大和尚，怎么不理我呀？大和尚，大和尚，喂，又不理我呀？
师，现在你能回答问题了吧？见没见过梁坤啊？梁坤是谁啊？我刚从福建过来。那你不早说？去！师傅，我认输，快来救我呀！别走！哎，好啊，怪徒弟，认输了，二两银子。去死吧你！少爷，少爷，阿水，人呢？我师傅人呢？他这那大队长，哪个人都看不住，给我找！师傅，师傅，少爷，你听我说，少爷，你拦我干什么呀你？我知道他是谁，林墨水。你要是给我找到我这个师傅的话，我赏你，我赏你吃一个月的臭豆腐。哼，两个月就两个月，我陪你吃都行。我怕你说了你惹不起他。我惹他干嘛呀？我曾经拜师学艺的。我就怕他不教你。我给他银子，他干嘛不教我？你说不说？哎，惠芬的安邦安堂主的独生女儿。安邦安堂。哎，阿叔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管他是不是安邦安堂主的独生女儿，哪怕她就是公主，只要打败我林福成，我就招她为师。走，这就走啊？回家，选个好日子，咱们登门拜师。哦。三兄弟，哎呀，就这么点菜哪够吃啊？来，再来点啊！哎，够了够了，不用客气。阿三兄弟，哎，你哪儿人呢？佛山。哟，好地方啊！哎，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没什么人。那感情好。不瞒你说，兄弟，就你这身板，这力气，天生啊就是码头干苦力的料。我黄公公保证，只要你好好在这干，不说两年，你就能当上工头。三年，顶多五年，你就能娶上媳妇儿，住上房子。阿三兄弟，你不用多想，你看看这十三行码头，船多货多，一年到头啊，你都不愁没活干。虽说是苦点儿累点儿，但这地方它养人呢。谢谢黄公。我来码头是攒盘缠的，等盘缠够了，我还是会离开的。嘿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，你还吃什么饭呢？你别吃了，别吃了！吃什么饭呢？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还给你添菜呢？切，什么玩意儿啊！我的饭。放松点儿，坐。怎么样了？阿森这个人他油盐不进，我什么话都说了，他连个声都不知，没有结果。你怎么这么没用？大哥，阿森也就有几分蛮力吧。不，此人一次能扛四袋米，只有练过武的人才有如此深厚的功力，和只有蛮力的人很好区别。大哥的意思是把阿三收编了，以防汇丰堂再来捣乱。不是，你说这阿三他会武功怎么躲躲藏藏的呢？哎，你给我闭嘴。大哥，你说这阿三练武躲躲藏藏的，这练武也不丢人呢。哎，丢人是不丢，但是他有可能害人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放肆。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这件事儿啊，他有点意思。管他什么意思啊，试试他不就知道了。哎，回来回来，动不动就打，粗俗。不是，我说你，
我其实已经有办法了。来，过来听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事儿。来来来，干活干活！哎，你的，我了啊！哎，你的，都定好了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一放，把绸子都拿出来。哎，响了！哎，都排好啊，排好，一个一个来啊，排好。别紧，十根绸子一文钱，不够的自个儿留着，下回对齐了再来换钱。哎，走吧走吧，我是多的，你干什么？我换钱，抬后边去。回来，别开玩笑了啊！哎，谢谢沙哥。哎，20根吧，嘿嘿嘿，20根啊。哎，下一个，我10个，十根，啊，一文钱。哎。嗯，我20根，20根，我20根，宝儿，20根，二十，2文钱，拿着，啊，阿三，不急着回家吧，不急排后去，下一个，哎，好，1、2、3，我20根，啊，兔子20根。2文钱啊！兔子20，拿好，给你啊，2文钱，啊，拿好啊，下一个，我10根，好，10根，下一个，这么多，啊，多少根？96，行，96，拿来吧。10根，20根，30根。70、60、70、80，嘿，还真有96根，哎，来，记上96根。96根啊！阿三兄弟，来，签字吧，这是欠条。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三。那不是，是这样的啊，码头上啊有码头上的规矩，凡是到这干活的呢，这头一笔啊都要扣掉一半，啊，不能领钱，算是白事。对对对，好，第一个月的工钱你们扣掉一半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写欠条呢？这还有另外一条规矩，在码头上干活的呀，都得有保佑。还得有保金，哎，你说这是上船下船的，要是不知根知底的人顺走几件贵重东西，我们哥儿几个不就得赔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拿着签吧，这算是保金啊，签吧。哎，来，签字吧。
老大，咱们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你插嘴，老毛病又犯了。我管饭怎么能被他出手呢？听大哥的，老三，怎么办？刀！喂，你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人，你算什么好汉？这是我们码头的事，你最好少管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缺点。 以多欺少，仗势凌人，我就不跟你们玩了。你说谁仗势凌人？三弟，阿水，我们走。白嘉林，你以后要是再敢来，我就针对你不客气了。你们要是不再以多欺少，仗势凌人，我就不回来了。若是你们还要欺负人，我还要回来。哎，去。 王兄弟，我拜托你的事情如何了？探听到安帮主的口风了吗？我师父还是不愿意回到码头，还是我们别再插手码头的事。是吗？没想到安帮主脾气这么固执，可是偏偏他们呢，只信任你们会封堂。我给他们找过几个人，但他们还是想请安帮主继续为他们护镖。这件事情。 我也爱莫能助，毕竟我们不敢不听师父的话。如果是你自己能干呢？我，大家都知道你是慧风堂的大弟子，你和他们几个生意人也打过交道，不是吗？话是没错，但这件事情如果被师父知道的话，那就别让他知道。 阿三，来，哎，你的脸怎么回事啊？难不成四怪找你麻烦了？阿三，吃吧吃吧，哎，你得多吃点。强哥，哎，我吃的多，待会儿自己买，你吃。哎呀，你客气什么呀？来来，哎，拿着拿着，要是渴了呀。 那个凉茶摊是我小舅子开的，你以后提我，随便喝，免费的。谢谢强哥，谢什么呀？你当初还帮我扛大米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被刺怪打了？嗨，没事。小误会。刺怪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哎呀，其实他们还不错，为人挺仗义的。像我这样干不了活，留在这里，竟是给其他兄弟添麻烦。哎。
亏了四怪平时照顾我一下，我才能继续在这里混饭吃。要不是他们，这码头早就被别的势力给占去了。那兄弟们吃什么呀？这里还有别的势力吗？当然有了，那个巢湖帮不就虎视眈眈的，每天盯着码头这块肥肉呢。啊，还有汇丰堂，更可恨。虽说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们只管装货卸货，他们只管押运，可是。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早晚是要斗上的。眼下，也就是阳城四怪死守着这儿，让大家伙团结，赚的钱才够养家糊口的。以前赚的钱很少吗？哎，都一样。不一样的是，以前那些人他们还要抽劳务费，还有管理费，七七八八的，工头还要抽税，哎，花样可多了。到头来，只剩一半。哎，那怎么上次领钱的时候？ 他们还扣我的钱呢！啊，扣你的钱？不会吧？规矩又改回去了？不可能啊！哎，你笑啥呀？哎呀，吃吧吃吧，等会儿还要干活呢，快吃！嗯，多吃点。 这铁匠流的腿法确实厉害，要不是因为我有神功护体，估计早就废了。少爷，啊，少爷，有人送了这副药过来，说是对你摇扇有帮助。谁呀？叫什么阿三的，就是早上你码头救那个人，他说除了这副药啊，还可以。哎呦，啊，这个阿三还真是逗，他不知道我保质林是广州最大的药店吗？他人呢？ 好像已经走了，那这个药，啊，还挺多。没想到这阳城四怪的手下，还有知恩图报的人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找的师傅呢。哦，少爷，你看，我这就去找。嘿。 等我找到了新的师傅拜师学艺之后，阳城四怪，我会一个一个找你们报仇的。排好了，排好了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挤啊，别挤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挤，别挤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一个一个来，每个人都有啊，别挤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别挤，别挤，都有份，都有份，一个一个来，哎，别忘记挤了。哎，共计是两倍嘛？两倍，两倍多少啊？两倍。 真分份，还好票，哎，哎呦，别挤别挤，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老大，就是他们，他们把咱们的人都挖到这儿来了，害得咱们呀人手不够。走，走去看看。哎，让开让开，让开，不让开让开，让开。来吧，老大，彪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看不出来啊，招工呢，招工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。你这明摆是在抢我扁担王的人。哎，扁担哥，我这算哪门子抢啊？你把工钱抬高三到四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就是明抢。我没听错吧？我们没刀没枪，是这些苦力自己来的。 我逼他们了吗？你自己问问他们。哎，兄弟，你老大想请你回去啊？嗯，王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他们给的工钱高，等我赚了这边的工钱，我再回去帮你干。喂，哎，老二，哎，没义气。四位大哥，听清了吗？你没那么多货运，你抢我的人干什么？老大。
他这叫欺人太甚。他哪有那么多货呀？他这是明摆着不让我们兄弟做买卖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故意找我的麻烦。我和你们商量过了，你们配合吗？弟兄们，汇丰堂的人到咱们这儿来闹事儿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放他们走！放他们走！他们要是不走呢？打！听到没有？我只能让那一天重演了。跑着怕跑什么你？找我呀！快救我呀！找我呀！快救我呀！快救我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找我啊！着火了！快救火！救命啊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快救火！救火！快救火！走，救火！我要快救火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救火呀！快来救火！救火呀！别耍下去，打水救火！快拿水去！救火呀！快拿水！快拿水！快来！
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们呐！救命！干呀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了。诸位兄弟姐妹、街坊邻居，啊，都是因为我们阳城四怪连累了大家，在此，我代表阳城四怪对大家表示歉意，我们也愿意承担责任。一切能修复的，我们全力修复；只要是不能修复的呢，全价赔偿。好，好，好，必须的，必须全价赔偿。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扁担王，你们真仗义啊！平日，你们阳城四怪，对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多有关照，这回。是汇丰堂那帮人仗势欺人，带头挑事儿。你们四怪和各位苦力兄弟们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，才和汇丰堂的人打起来。所以啊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责怪你们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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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来，大伙帮忙。来，走走走。哎呦，公公，哎，刚才救人的那个英雄。好像不是你们四怪之一吧？哎，到底是谁啊？怎么还把面给蒙起来了呢？是为兄弟，兄弟。哦，哎呀，今天一大早呀，大家都在讨论，说昨天有一个蒙面大侠从天而降，跟神人一样啊。反正当时情况特别混乱，谁都没有看清楚。有人说他呢，轻功了得，就像飞一样的冲进火场。哎呀，还有人说他有一双铁臂。不但用一双铁臂抓起两只大水缸，冲进火场，还把里面所有的人就用一个铁臂都给救了起来。哎呦，反正在我心里面啊，就是个厉害的人物。都是一兄弟，小兄弟，小兄弟。哦，如果是你们兄弟的话，也该给我们介绍介绍，好让我们呀跟他道个歉，对不对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这两天忙，哎，到时候一定给你介绍，好不好？好嘞。我跟你说，昨天真是险呐。要不是那个蒙面大侠，是啊，要不是蒙面大侠，你恐怕就玩完了。这说什么呢？怎么，你想蒙三害命啊？去你的！哎呦，啊，哎呀，三位大哥好，你们的伤怎么样了？还好了，哎呀，就是一碰啊，还是疼得要命。哦，我拿了一些药，这些药啊，接了以后捣碎，敷在肩膀痛的地方，可以消肿，还有止痛的。啊，阿三，你人真好。嗨，一点小事。别客气，别客气啊！哎，那我们那就拿回去试试啊。好，都在这儿呢。长哥，哎呦，我说啊，你们几个没事就赶紧去屋里帮忙啊。阿三刚拿了一些药，我们想先拿回去煎来试试啊。啊，好嘞，行了，行行了，赶紧煎药，赶紧煎药。真没看出来啊，阿三兄弟还懂医理。嗨，这哪是医理啊？家里以前传下来的药，我看兄弟们受伤了，就拿给。不瞒你说啊，我也是学医的，我也懂这个。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陈哥，坐下来。我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去干活了。哎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咱们好好切磋一下。我们切磋一下啊，来来来。你知道昨天的那个蒙面人的事儿吗？昨天蒙面，陈哥。昨天的蒙面人是你啊！啊不是我！你这么厉害，怎么还能蒙着面呢你？不是，坐这儿呢，一定要低调，低调，低调，低调一点好，一定要低调。哦，亮亮哥，昨天在烟里被呛着的，我都没看出来是你。是。你不应该蒙着脸。啊，是，那你先干活去吧。那先忙去了，你叫我。行，我知道，我棒了你。哎呦呦，好好干啊！啊。你太棒了你，你干嘛不早说呀？你猪啊！啊，看着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啊，哎，看他那个身形背影，
像不像昨天那蒙面人呢？哎，你说一个大活人没事儿，他把脸蒙上了，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说这个，又会救人，又会治病，人还长得这么帅，怎么就是个蒙面大盗呢？皇兄，没发现什么异常吧？没有，你那边呢？放心吧，我家老爷已经把水师和绿营兵都打点好了。那发信号放船吧。再等等，天再黑点。阳城四怪，你害得老子好好的码头不能用，来江边喂蚊子，这笔账必须得算。对啊，到时候我帮你好好算算。喂喂喂，别大王，鼠龟在哪儿呢？啊！哎，你小声点行不行啊？你不告诉我这水怪长什么样，以后我见到他不认识，没打着该怎么办呢？哎，用得着你打吗？你怪什么？行，小点声行不行？那我们到底要打什么呀？啊，打什么呀？抓卸货的。卸货的，卸货的不是在十三号码头吗？那些苦力不是卸货的吗？哎，李大公子，你是不知道还假不知道啊？王彪跟英吉利人串通，利用十三号码头来偷运鸦片，所以我们不卸货。原来如此啊！要不我们为啥跟汇丰堂打起来了？汇丰堂还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幸亏我们跟姓安的学武功。哎，等会儿我们见机行事，司马冲水浅，商船不能靠岸，所以他们必定会把货先运到小船上。所以等会儿咱们就在小船上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好哦，哎，咱们这可不是打架抢东西了，把这鸦片扔家里去。为什么不报官呢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官商勾结啊？你是说官府里有人包庇他们？你说呢？要是你，你想不想尝点好处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是来做正义之事的，而且禁止鸦片是朝廷的谕令。等，你要是害怕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谁怕谁呀？指不定谁先吓跑谁还不一定呢。哎，行。小声点行不行啊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怕被人发现啊？你们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你看看，你怎么穿这么多衣服？天明，不穿多远，你以为我傻？船过来了，我们动手吧。别着急，再等等，等船靠岸以后，咱们再动手。嗯啊，老二呢？啊，老二，老二呢？谁呀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这有水蛇吗？哦，大看见水蛇死了。嘘，算是来了。快！快！快！
盗贼来抢劫，怎么往江里扔啊？一定是阳城四怪，快去把他们给我干掉，往死里打。是。孙老板这么晚了，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孙老板，我看这事儿跟你脱不了干系，你还是跟我回衙门一趟吧。今天要不是这个蒙面人，咱们可就要吃牢饭了。若非官差来到，咱们今天非得闹个灰头土脸不可。嘿，灰头土脸。老三，你这话说太客气了，那应该叫全军覆没。你们看后面出来那个蒙面人，下手那个狠的，全都往死里打。嘿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咱们不应该把林富成卷进来。虽说他讨厌吧，他再怎么着也是一个富家子弟啊，不像咱们江湖混混，烂命一条。他自己要去，你能怪谁啊？啊，我觉得吧，今天晚上咱们其实干得很漂亮，但是我想想真后怕，太危险了。你们想想，这帮运鸦片的人，那都是不要命的啊！以后啊，不能只凭一条消息就轻易的行动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而且这帮鸦片犯啊，那都是有后台官府撑腰的。不过今天也怪了哈，怎么有官府来缉捕啊？这也算装骑士了。你说杜飞啊？啊，那就是一傻蛋，谁报官他全管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我觉得杜飞呀，他还是有点血性的。他关键是谁报的官？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蒙面人。但你们发现没有，那个蒙面人一晚上一句话都没说。莫非他是个哑巴？我打死你！不用猜了，这个人我们绝对认识。有可能，很有可能。哎呦，各位大哥大姐，我林福成今天有一件事情向各位报告一下。
昨天晚上码头出事的消息，我相信大家都有耳闻。可是有一件事，你们不知道吧？那就是我林福成，昨天晚上亲眼看见一位蒙面大侠从天而降，用了一招横扫千军，水中捞月。这么神啊！就是那个蒙面大侠，力挽狂澜。三招就把所有人打得落花流水。败家里，你在这说书呢？真的还是假的？有这么神奇吗？哎，上回赵大户不也是个蒙面人吗？这么英勇的事儿，怎么会蒙面呢？就是啊，为什么要蒙面啊？这位大哥说得好，我昨天亲眼看见了这位大侠，不仅帮了我们，而且还救了我一命。他的臂力过人，一手拽两个，抱着他们阳城四怪一起跳进了江里，才躲过了那些人的追杀呀。我相信我和阳城四怪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回来，去养上这位大侠。所以，我决定，我林福成一定要找到这位大侠，拜他为师，造福大家，造福各位。谢谢，谢谢。阿水，哎，所以，我们家少爷的意思就是，只要谁能同时举起阳城四怪，谁就是蒙面人，我们就会赏他银元两块。哇！哎，有没有人报名啊？两块？有没有人报名？哎，两块银元，怎么这么不中用？林福成，出来！哎，白家里，你又在这捣什么乱啊？阳城四怪，别生气，我跟他们闹着玩的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要找人把我们四个抬起来吗？啊，老三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哎，铁匠师傅，各位让一让。哎，让让让让啊！当然，你要动手就先动。铁匠师傅，你干嘛呢？别动手啊！别闹啊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跟你讲，这后面都是水，你别闹！没事。铁匠师傅。我来救你，阿水，阿水！走，阿三。啊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不是那个蒙面人？王哥，你们误会了吧？我怎么可能是啊？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？啊，老二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再说二哥手上有数啊。三哥，三哥，没事，二哥有数。没事。喂，啊，我说没事吧？啊，啊，不是你，你还不承认？啊，王哥，这，喂，你承不承认？玩的有点大吧？啊啊，大吗？王哥，换个地方说。忘拿了。阿三，说吧。阿三兄弟，你要不是我，可就白挨炸了。哎，你看，我说就是他嘛，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他。行，你什么都知道，行了吧？阿三，在司马冲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蒙面？
行侠仗义那是好事啊。对呀，在我们老家那是干了杀人越货见不得人的时候才蒙面呢，是不是？师父有教诲。莫非你们是蒙面派？别胡说八道，阿三不是那个意思。师父曾经说，火字去掉两点才是人，做人不应该强出头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火字去掉两点不是大吗？你不会说话，你会死啊！你没文化，你真丢人呢！你行了，都没文化。阿三，你师父是谁？哪个误会了？师父没有宿命，只是深山的一位和尚。这位老和尚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功力。阿三，我想会会此人。师父已经圆寂了。解释便。阿三。你这是真人不露相，以前若有得罪，多多包涵。哎，多多包涵。哎，阿三兄弟，打今儿起啊，你可就是自己人了，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才。老四，人家阿三说了，不愿意强出头，你不要为难人家。干什么？你嚷嚷什么呀？你扎我一刀，现在还流血，你知道吗？是我扎的吗？是老丹让我扎的。什么？我让你扎的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人净怕担事儿啊！本来就是让我扎的，再说了，怎么扎你？怎么我呀？是我就是扎的。少爷，少爷，喊什么喊呢？我不是让你去买凉茶去了吗？啊！我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穿帮了吗？那个阿三又被欺负了，是不是？不，杨生四怪，杨生四怪，在哪儿？在公事房，那更不行了。不，我是说那个阿三，其实他……我跟你说啊，阿三早晚有一天会被欺负死的。走，我是说阿三就是那个蒙面人。阿三兄弟，其实我们本来不叫阳城四怪，我们自称是阳城四杰。这江湖上的乱传把我们传成四怪，但如果今天阿三愿意加盟我们，我们就改名为阳城五侠，怎么样？大侠、二侠、三侠、四侠、五侠。对，阿三兄弟，愿不愿意留下？当然。因为我要等孙腾蛟判刑之后才能离开。孙腾蛟？莫非你是奔着孙腾蛟来的？他杀了我爹，杀了我娘，是我的仇人。血海深仇啊！不过这次，还要多谢几位大哥，帮阿三穿针引线。否则孙腾蛟不能绳之以法。多谢几位大哥。哎，是我们应该谢谢你，若不你束手相救，我们四个早就是吧？谢谢谁拜了？谁拜师了？拜师，没拜正好。师父，我是第一个拜的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喂，林公子，万万不可！我怎么能变成你的师父呢？蒙面人师父，你是我见过武功最高强的人，你就不要谦虚了。如果今天不能拜你为师的话，我恐怕就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厉害的师父了。我是半蒙面人，但是当时情况危急，我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危，我不能变成你的师父。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师父，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长跪不起。林公子，你我年纪相仿，如果你想挑战武功的话，随时切磋，我随时欢迎的。快请。师父，我打不过你，我也不想跟你切磋武功，我只想让你教我武功，做我的师父。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师父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徒儿有病。脑子有病？确实有病。师父，徒儿这个毛病就是爱武成痴，如果见到武功比我好的，就非得拜他为师不可，否则时间长了我就寝食难安，迷迷糊糊我就会猝死。所以师父，你现在当我师父，不仅是教我，更重要的是救我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再说了，救人是行善积德，如果你不愿意救我，那就是害了我，害我一命就相当于拆了八座佛塔。哎，林公子，你别再造口孽了，你真想拜我为师吗？师父，如果你收我的话，我真的很懂规矩的，全天下的规矩我不敢说都懂，但至少也懂个八八九九。师父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规矩的话，徒儿我教你啊。哎，白嘉林，你还没入师门呢，就想教师父规矩，真是笑话。笑话，天大笑话，他拜的师还少吗？拜一个师父一个规矩，懂的规矩当然多了。林公子，你还是快快请起吧。啊，
这么说，师傅你是答应我是吧？谢谢师傅，受徒儿一拜。慢，弟兄们，拜见师傅。弟子王大力，人称扁担王。弟子陈水，人称梁长田。弟子刘启明，人称铁匠刘。弟子黄向东，人称黄公公。俗称阳城四怪，我们自称阳城四杰，愿拜阿三师傅为师，求师傅收入门下。师傅，你这个一只羊也是赶，一群羊也是放，你就把我们都收了吧。收我，收呀，收呀！好，我答应了，你们快快请请，快起来吧。谢师傅，谢师傅。坐，师傅坐。各位兄弟拜我为师，真是盛情难却，我只能厚着脸皮答应了。好。不过有些事情，师傅，我还是有些事我也得先说。咱哥几个拜的是同一个师傅，那咱们以后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啊！同门师兄弟之间也得有个规矩，那就是排字论辈。刚才你们都看见了是吧？师傅，我是先给你拜的对吧？所以以后你们都管我叫大师兄，我管你们叫二三四五师弟。排字论辈也不是这么排的，你要是老大，我们老大怎么办啊？那我们呢？我告诉你，排字论辈得按年纪算，当然不能按年纪算。如果师傅以后收了30岁、50岁、70岁、80岁的徒弟，三师弟，恐怕你的位置也会不保吧？等会儿，等胡搅蛮缠，你赶紧走，我跟师傅有事。等一下，走吧你。以后有事你跟大师兄我说，我再跟师傅禀报。我跟师傅商量完之后，你们照办就是了。不是拜家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抠着腚子上房，自个儿抬自个儿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阳城四杰的地盘，你要是不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能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哎，三师弟，等一下。既然咱们拜的是同一个师傅，那咱们以后就是同门了。你刚才让我横着出去，那就同门相残。师傅，我今天先替你说第一条规矩，那就是同门之间不可以同门相残，否则天打五雷轰。师傅，这算不算是一条规矩？林公子，这个说的非常对。我觉得吧，从今往后，大家兄弟就应该互敬互爱，和睦相处，互相帮助啊。对，我让你老二收。这样吧，师傅，大师兄的问题今天先不谈。师傅。今天也是个好日子啊，不如咱们就登楼万里春一起喝酒。好，好吧。哎，答应了没有？当然答应了，我包场了。师傅，师傅，走。行。啊，那我就。师傅，你少喝点。我跟你说，没想到大家找了半天的蒙面人就是这个阿三啊。哎，别闹了啊！阿三也是你叫的，得叫师傅。可他还是阿三啊，是吧？这光说不练有什么用？干什么？唱什么呀？来，师傅，你露两手给他们看看，来，给他们看看啊！来，师傅，露两手吧。马成，来试试高手臂掰弯。哎。来，一起啊！师傅，我姑父，哎，徒子，看不见也别站在凳上，有本事到前面来看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就是阿三，承让。废话少说，让我来试试你的桥功。这不太好吧？要么现在认输拜我为师，要么就让我来试试。那在下先出了。
也可以来试试。我来，我来。好厉害的桥工啊，简直就是铁桥啊！没想到阿三的桥工这么厉害啊！铁桥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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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桥子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欢迎光临我们宝芝林换匾仪式的现场。下面，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宝芝林的镇馆师傅，铁桥三。好，师傅，你看这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您来给我们揭匾，也算是正式开张了。不不，我没想过要开什么武馆。我宝芝林历代以来都是卖药的。而且宝芝林后面都没有加过武馆二字，您教人武功，我卖药，这样的话也很低调，一点都不长眼。我看这个头还是你出吧。我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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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看你干嘛呀你啊？我们师傅那是真功夫，不用挂招牌开武馆，照样有人拜师学艺。对，拜师学艺。师傅，您看这么多人都来了，林福成也确实挺有诚意的。对对对，要不然你就给个面子吧。对。啊，师傅，您不是要找人吗？要是把这宝芝林名声做起来了，说不定那个人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说得对啊，说得对。哎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师傅，来，来来，这个剑拿着。哎，揭匾仪式现在开始。去功夫去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去功夫去了，去功夫去，要不然人没位置了。是是是，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快。哎，这帮苦力不在码头干活，干什么去了？哦，你有所不知，他们呢都学武去了。听说那个拜家林新开了一家武馆，就是那个铁桥三，听说可厉害了，练武。铁桥三，什么来历？别乱别乱啊，后边排直了排直了排队，你看说人呢，真不少。那是谁不知道师傅现在等我后面去。哎，这你后场是不是还算不了。哎，二位后面排队。哎呀，快，哎，沽名钓誉，走走啊。哼，铁桥三，你给我出来。二位是想来拜师学艺的？我们蔡氏兄弟不是来学艺的，是来接管的。喂，这句话是我说的，我们是来踢馆的。踢馆的，里边请。走，里边请。来，来者不善的，没看出来啊？这俩精神有问题啊！我怕在这儿动手会伤及无辜，不如啊，先放进去。过门打狗，两只。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我说了，我说了。铁桥三，我们来踢馆了。干什么？是谁呀？长那么大声干嘛呀？是谁干嘛来踢馆啊？两位师傅，你们来此有何事啊？铁桥三，你不是开着破玩意吗？破武馆吗？说得有多厉害啊？啊？你是不是将广州街上所有的武馆都不放在眼里吗？这，两位师傅，一定是有误会，不如里面说，请。请。两位前辈，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，一定是小徒在外面乱说，我一定教训他。阿成啊。师傅，还不赶快跟两位道歉？道歉？干嘛要道歉？你在外面说了些什么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两个真的有病。
抓什么？请喝茶。啊啊啊哎，小心！椅子。啊，喝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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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请起。你别在这丢人了，走走吧。啥子啊？这裤子都开了，裤子都开了。快走了。铁牛三，我是八极拳的欧阳冲，你凭什么说我们八极拳是旁门左道？铁牛三，我是八卦掌的南宫彪，你个娃娃啊，蛋黄没退，毛没长全，啊，凭什么说我们八卦掌是挖拳修腿？铁牛三，我是通背拳的上官飞，你有几斤几两？胆敢说？通背拳是小儿科小把戏，有种你出来看看，通背拳和伏虎拳哪个厉害？铁桥三，给老子听好了，老子是五郎棍的司徒鄂，你小子口出狂言，说我的功夫是师娘教的，不堪一击，混蛋，有本事出来单挑，我让你尝尝我五郎棍的厉害。铁桥三，我是断魂枪的公孙越。你凭什么说我断魂枪断不了别人的魂，只能断自己的魂呢？有胆量你出来单打独斗，看谁断谁的魂。铁桥三，最近武林老听有人聒噪，说我们广东的铁桥三长得帅，武功高，拳法刚柔相济，内外兼修，老娘练的是形意拳，听说你放言江湖，说形意拳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哼，在你的手上走不了三招，你出来让老娘看看，如果你真的长得帅，老娘就放你一马，只打你半边脸，留给你半边面子。在下铁桥森，不知各位大师登门造访，有何贵干？二师兄，你看王彪也来了。听闻最近广州出了一位铁桥三，嘴上功夫了得，不知道拳脚如何，所以请武林同道来会一会，看你铁桥三有什么能耐能在广州立足。我想各位大师误会了，我说不上能言善道，又何来狂妄自大？再说宝芝林真正的当家是我徒弟林福成，他更没有本事在广州画地为界，抢占地盘的意思，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误会了。阿成，啊，你先带大家进去，把门关上。不啊，带着大家进去。师傅，这去。哎呀，别看了，都走吧，听师傅的话。走走走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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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承让。
你呀，嘿，呀。谢了。呀！看枪柄！呀！成长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安堂主，你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？我只是看不惯，你们以多欺少，犹如我们岭南武术界的威名。既然安堂主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就请安堂主给我们讨个公道。走。杨坤，我们的账还没算。奶娘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，这是我一辈子的幸福。我就是喜欢梁坤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嘛。小姐呀，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呀？要么你就好好的哭一场，哭累了再好好睡一觉啊，明天早上起来呀。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我不嘛，除非你让我梦见我娘。我娘要是地下有知的话，她知道我爹这么对我，她肯定很生气的。奶娘，你刚刚才把你爹气走啊，听你说要和他断绝父女关系，我还真怕他承受不住啊。奶娘，就你对我好，你放我走吧。不行。这事儿行不通了啊，要么你一掌打死我，要么我死也不会让你离开的。多谢安堂主慷慨解围。铁小三，我不要你的道谢，也没想着帮你解什么围。你伤害了我女儿的心，辜负了她的感情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她出这口气。安堂主，其实我一直在找机会跟安姑娘解释，可是她就是不给我这个机会。我可以作证。安堂主，行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拿去。安堂主，为何还要签生死状？刀剑无情，拳脚无眼，生死有命，输赢在天。不签这生死状，我没办法放开他。难道安堂主真的要以性命相搏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就我们家青鸾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人欺负还不出手。铁小三，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打赢了我，
我摸摸鼻子回家好好的管教我们家女儿。你要是输了，您就必须得娶我们家青鸾，带她离开广州。我有没有拒绝接受的权利？我说铁桥三，你连试试的胆量都没有吗？我师父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，那我不管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哎，铁桥三，如果你要是害怕输的话，就去我们汇丰坛门前跪上12个时辰。你，还有你。安大侠神掌，在下领教了。铁师傅，真是后起之秀啊！安某像你这般年纪，可不是你的对手啊。前辈，客气了。嗯、来来来来，哎，师傅，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来来，歇会儿，师傅，师傅，爹，您受累了，我给您擦擦。爹不怪你，女大不中留啊。阿彪，拿我的烟来。哎，副成，你去跟安老爷子说一声，就说我身体不适。是啊，等下的比赛啊，就不要再打了。不打了？你害怕了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啊？对。刚才我在台上跟安老爷子比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后力不济，如果再这么打下去，对他身体有损。哎，师傅，他是安霸，你这怎么了，师傅？哎，本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场比赛我其实也不想打，都是你们撺掇我打的。师傅，
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我们大家撺掇的？难道你忘了对面那个王彪有多嚣张啊？师傅，你要不接这个挑战说，他就让你在汇丰堂门口跪12个时辰，欺人太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啊，这给俺老爷子下跪也是正常的，他毕竟是前辈嘛。师傅，你为人不图虚名，弟子们都很佩服，但是这场比武他根本就不是。不光是关乎面子的问题，王彪前五13号码头。这对，师傅，我们几个离开码头不是没饭吃，只是那个是是，只是我们不想让13号码头变成他们运鸦片的通道，更不想让更多的鸦片卖给我们中国人。我先赶紧。哎呦，师傅，打！打！打！打呀！打呀！走！这么厉害！铁师傅，刚才拳脚上没分出胜负，咱们兵器上技术赢吧。请安师傅赐教。以武会友，应点到为止，但刀剑无眼，如果误伤你，莫怪老夫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